我是陈文生。这次呢，我在南方台这个戏里面呢，我饰演这个角色。其实，在上台之前，我还一直在想怎么样跟大家介绍这个角色，比较复杂，比较特别，因为它玉树临风，学富五经，而且呢，广受女性的爱戴。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样称呼这个角色，一直到刚刚有个长官说：“哦，文山，你这是演阿公啊。”原来我演的是阿公，没错。好，这次呢挑战这个超龄的角色，那非常的特别啊，跟别人所演的阿公绝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演的，不是别人演的啊。那在这里呢，也希望大家呢对我们武当大概呢啊有很多很大的支持跟鼓励。那接下来我们角色还很多，让大家一一介绍。来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呢，在戏里面是饰演我老婆赵爱华。有点花开的中来对我一年感谢是陈文生搁娶的某啊，孙淑妹的生母也亲生老母，我叫这个慧秀啊。我第17岁开始演到中年，然后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啊。今日是妈祖生啊，以前我好像跟妈祖啊，我搁家好敬酒牡丹吼，花开会当收视长虹，安静做了给你一天哦，平安健康快乐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接下来这位也是我的老婆啊，啊不是哦，那就不是老婆，这是外遇，我是你的外遇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先生，我最近演的呢是霍震霆他妈啊，虽然他大我10岁。好笑。那我在戏里面，我是一个非常麻烦，也是非常专职的一个妈妈。那我就是一个妈宝。那本来呢，我想饰演一个非常光端的那个达人酷的妈妈，想再饰演一个温柔一点的，所以我已经要求制作人让我演淑妹的角色，可是她就是不肯。下辈子。所以我想说，等我拉了皮。女人，你之后我再来求求他。佳丽，你在讲话没礼貌。我们明明是很精致的八点档，我给你介绍好像是喜剧。真的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以上都是开玩笑，还有那个，希望大家都支持《牡丹花开》的女主角非常精彩，而且是每一个人都演得很好，而且剧本也是非常非常棒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健康快乐。好。各位台上的长官、美女记者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杰辉。在《牡丹花开》的剧中呢，我是饰演范秋月，是文山哥的老婆啊，不是，每天都是老婆，我用他拍录影机。对，我是饰演文山哥的媳妇，也是剧中民间团的老婆。那我在剧中呢，就是因为我的老公喜欢就是孙淑妹，所以我就是等于说孙淑妹是我的情敌。也很感谢制作人跟导演给我一个机会，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温柔娴熟，然后善良体贴，所以这次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完全很挑战，就是一个跋扈然后蛮横公主病，然后讲的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徐杰英，我在剧中里面饰演的是金鼎铭的角色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谢谢。好。各位长官，各位民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王琦，很高兴，能够再次过来的是王琦的演出，这一次我在舞台上演的角色是。白东林，是徐梦的亲生父亲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，谢谢，你真有礼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安静雅，我在《牡丹花开》里面饰演的是姐夫，不是姐夫，是杰夫，是外国人。然后谢谢台视跟金门制作公司给我这个机会。
出，大家辛苦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赖培恩，在戏中呢是饰演到美雪，是在艺美公司呢欺负我妹姐的死对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梦中，那我饰演是阿宝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哥，在剧中饰演文哥这个角色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大伟，就是在刚刚开始那个饰演的是赵大华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林荣放，然后在戏里面演林志文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韦如面，然后我在本档刚开始是阿水，是徒弟阿喜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子熙，我在戏里面演是陈明君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曹美君，在戏里面饰演是飞行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许真真，我在戏里面演是秀秀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光启，我在里面演的是文斌，掌声鼓励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建华，我在戏里面呢是饰演林青云这个角色，是一个大企业家，是这样的角色。